现实世界的平庸和悲哀。人心妙手苦众生，徒留人间半古。你不用抵御这场命运，你敢打我？我说我走错房间了，你有信吗？我要找你，我要让几天呀？也许我们就是一分钟。人才，我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已经尽力了，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尽力，我应该再努力一点的。你的梦想是梦想，我的梦想就不是，是吗？你他妈管我什么事情啊？我管得了那么多人吗？你现在就处在你人生的阴影里面，但阴影也是你人生的一部分。他就想活命，他有什么罪？对不起。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。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而是为了告诉我自己，我的青春岁月真实存在过。你能不能告诉他，我爱他？也许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